我跟潘玮柏非常的好、啊、然后我们一起演情侣、啊、他是唯一一个喊他我会干呕的人。和潘玮柏拍吻戏会想吐，杨丞琳在录综《灿烂的前行》中被问到好朋友是否可以成为恋人，突然自爆引起全场大爆笑。我也有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，可是如果你去思考你要拉他的手或抱他，或是我、哦、脑中现在就有一个人我忍不住想问那个名字。那我可以说的，因为我们是很公开，就是我跟潘玮柏非常的好、啊、然后我们一起演情侣、啊、他是唯一一个喊他我会干呕的人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这是可以的，因为不瞒大家说，他本身也干呕了，我们两个是各自干呕，我们两个人吻完各自干呕。拜托你教教我，就是这部偶像剧《不良校花》，当初找来杨丞琳和潘玮柏搭档演出，但感情超级好的两个人拍吻戏时反而超尴尬。教教我，这种事情很难讲，除非。潘玮柏，可以跟我进来。你点来。我们两个在聊什么？你的眼睛好丑。因为我要发誓。那我不要干你了。不要干我。借一下。哎呦，从来是我第一次演过这种男演员戏。你第一次接我。手反而会比较尴尬。比如说你有谁很熟，跟他演亲密戏，你会觉得很……潘玮柏，我们两个都吐了，真的，我们就是导演没有喊他，真心的吐吗？真心的吐，我们两个一起。你是说那个不良校花的时候啊？对，就是亲，然后还没，我们就想说怎么还没喊他，两个人自己退开，然后两个人都就是立刻反胃耶，他也反，我也反，然后我也不会生气他反，因为我懂。真的、啊、就觉得两个好朋友这样子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怪。导演的人过和好朋友真的不行啦，但能这样公开互愧，也证明杨丞琳和潘玮柏的好交情。完全乐今晚如报道，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十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，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